野外雪地频频惊现一种神秘足迹，这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，还是某种不明神秘生物出没的印记？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雪地魅影，揭开神秘印记之谜。啦啦啦啦啦啦！我是猪流的小行家，下雪啦，宝宝太开心啦！打出溜滑，打出溜滑，我要在这光滑的雪地上摩擦摩擦。这个真相有点萌啊！别看这只狗狗平凡无奇，它可是身怀绝技的呢。只要我的狗腿子轻轻这么一拨了，进洞！哇，进洞！继续进洞 ！Perfect！ 哇，厉害了，我的狗！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嘿嘿，今天要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独门秘籍，看我的佛山无影嘴！怎么样，厉害吧？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咱们来个双层的。没看清，说了让你们集中精神的呀。其实啊，你们人类也不用这么惊讶，你们也可以这么快。想想在食堂抢饭的自己吧。